三公子，林神医来了。老夫林碧岩见过三公子。久闻林神医大名，飞白身体不适，无法起身相迎，还望林神医莫要见怪。老朽正是为公子的病而来的。林兄游历西域多年，此番回归中途，我就把他请来西风院。三公子的毒伤和腿伤，他自有办法。侯爷来信说，让把东云楼给辟出来。那原来是大公子的住处，是他要回来了吗？不好说，不过就算他回来了，他手中无任何势力，夫人又有何可惧？料他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袁家的大公子，大公子尚在汴城做了质子，怎可能突然回来？即便他突然回来，也得有柳大总管特许的腰牌方可进府。来呀，把这个骗吃骗喝的给我拿下！大胆！恭迎侯爷回府。